下面来说一下九个角色的调整。第一个是邮差，冷静信件的数值从 20% 被降为 10%， 冷静信件的作用是增加修机速度。第二个是古董商，道具消耗从每次 13% 提升为 15%， 简单的说就是调整前可以使用道具 7.7 次，现在只能使用 6.7 次。第三个是勘探员，移除校准精度的 50% 加成，并且将原来的 20% 治疗速度降低为现在的 10%， 妥妥的削弱了一波。第四个是调香师，治疗速度从原来的 30% 削弱降低为 15%， 手持物冷却时间减一秒，这会不会是香香迎来春天的加强呢？第五个是机械师，雷若从原来的 30% 降低为 15%， 如果搭配求生者加强后的天赋的话， 15% 再降低 15%， 大概就剩下 13% 左右，个人感觉还是有点悬。第六个是舞女，削弱多个音乐盒的叠加效果，并且缩短监管破坏盒子的时间。最后就是破译过程中无法使用滑步，还没登上巅峰，舞女再一次摔了下来。第七个是记录员，无效时间减两秒，记录最大时间减两秒，审阅的冷却时间增加一秒。和记录员对战过的求生者应该都知道，这五秒真的太关键了。第八个是隐士，求生者切换磁极的冷却时间增加20秒，密码机传输损失降低为 7%， 前者就是求生者分担伤害或者取消分担的机会变少了，后者则是大大的削了隐士一波。根据以往的对局，求生者整体修机情况绝对是6台以上。第九个是小丑，火箭冲刺命中飞轮会有抗阻效果，并且在地图上增加了两个固定推进器刷点，妥妥的加强了。抗阻的意思就是冲刺被打断后会保留部分装置，并且下次冲刺时间减少6秒。以上就是本次九个角色的调整，基本就是强的削，弱的加，然后慢慢的趋向平衡。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？